参观这次展览让我备受鼓舞，各行各业标志性成果充分展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事业的快速发展。通过这一件件实物和展品，让我感受到了祖国在过去十年当中的进步和成就，我同时也感受到了作为一名北航人在未来自己的使命和担当。尤其是看到了我们沈园学院与航空学院联合开展的主题党日活动的照片的时候，那种骄傲感再次涌上心头。我也希望能够将这一份激动和热情延续到未来的学习工作当中，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空天报国、敢为人先的理想信念。九万里风鹏正举，举目起壮志。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愿意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今后的科研与工作中，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主题，与祖国同成长、共奋进。奋进新征程。